圣经的方法。所以今天呢，你要学到一个很容易理解圣经的方法。这次研究的经文是罗马书七章十九到二十五节，十九到二十五节。普通现实是这样，我要做的好事我不能做，这是圣经里面照抄的。两千年来全世界的人常常做好事，但是很多时候做不出来。我不要做的恶事我反而做了，我们常普通人常常有这个困难，想做的好事做不出来，不想做的坏事做出来。今天我们要把它研究很清楚啊。我是一个活的魂，我的魂要做好事，我身不由己，做了我不要做的恶。全世界人普通人都是想要做好事，好像我们中国人翻译有个良心，凭着良心做事，他的意思就是说要做好事。原因之一啊，为什么我做不要做的恶事，全世界人为什么他做了那些自己不要做的恶事？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，犯了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，因为人犯罪做不好的事。然后呢，更大的错是什么？他让这些罪住在他里面，让这些罪住在他里面。若我做了不要做的恶事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看见吗？人犯了罪已经是错，把罪住在心里那更加错，是永远的错。因为这个罪连接肉体的情欲，就控制我的魂去做恶事。所以这里现在你就看见了，很简单，把这个罪拿掉就行了，把这个罪立刻除掉。所以犯了罪立刻要把它认罪悔改，把它除掉，不要给它住在我们心里面。我们心里面没有罪了，我们的魂可以做我们要做的好事，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你这里看见为什么人不能做要做的好事，因为他犯了罪，犯了罪以后他认那个罪住在他里面，这是圣经讲的，两千年前就已经知道。如果做了不要做的恶，那这里为什么恶不是罪呢？罪是一个，就是两样有一点不相同。这恶呢是跟我们情感上面有关系的，但是它的意思是一样的，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刚才我们讲做恶事是因为罪住在我里头，好像我讲得很清楚，这个恶也是一样。人若喉咙有一次卡住了，很辛苦，对啊，我看见这个鱼刺卡住喉咙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小孩子的时候，一辈子都喜欢吃鱼，但是常常有这个鱼刺卡住喉咙。那么我怎么办呢？用饭团，其实很危险的，最近才发现很危险的。我不晓得吞了多少次还还活着，而且没有发生意外。有人因为用饭团吞下去一次啊，刺穿的喉咙，穿到里面的血管，差一点死掉，非常危险。所以外国人呢，他是一条鱼钓起来两块肉，这边一下的那边一下的，两块肉没有刺的。我们喉咙有刺怎么办呢？很难活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叫到医院，叫医师撑开那个喉咙，把鱼刺拿掉，你就哦很舒服了。这个同样的道理，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有罪，把它除掉，想办法把这个罪拿掉。
好像喉咙里面有鱼刺卡住，非常难活。你可以活，但是活得很惨，就是呢，把它拿掉就行了。哇，多舒服！下一次要小心一点。我们常说还是要吃鱼，所以我常常吃鱼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卡住啊。OK， 现在有人有一个更好的方法，它掉过来，把它倒出来。OK， 就低头下去，在喉咙把那个吐出来，那好像比较安全一点。总而言之，我今天不搞这个，我是搞为什么我们人不能做要做的恶事，因为有罪住在它里面，把罪拿掉就行了。非常越快认罪悔改越快越好。还有我常常提醒你们，你犯了罪要认罪悔改，不要告诉人，最好的朋友也不要告诉他，你要在你自己的房间把门关起来，在神面前认罪。如果你需要写下来然后再认，一起认罪比较诚恳一点，表示你的决心，你要认罪悔改，然后赶快认罪祷告了以后赶快把那个纸烧掉，是保存你以后不要给好朋友变敌人，他用你告诉他的坏处来卡住你，你就麻烦了。所以这是我读心理学里面得到了一个最精彩的结果。因为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我们犯罪得罪人得罪神，是神赦免我们的罪，人不能赦免人的罪，是神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你要到神面前去祈祷祷告悔改，求神赦免你就行了，不需要告诉人。当然你得罪的那个人，你要趁着他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，也不要给旁边的人知道，告诉他，这是有圣经的教导。我们读神学了，变态心理学正常心理学都要读的。 OK， 西方人呢，这句话可能没有学 A monkey on the back， 被子上面 有一只猴子，他们是这样形容，背上面有个猴子很难活，就是有产人啊，你要走路才能骑在你上面，也很难活。那怎么办呢？把它赶掉咯，非常把那个猴子除掉，只要把住在我里头的罪除掉，我就能够做我要做的好事。只要把我的恶把它改掉，好像有时候啊，把这些恶变成非常好的善事，好的事，这是一个巧妙的办法。好像如果你犯了罪，你认罪悔改，你这个认罪悔改的勇气啊，可以成为你帮助别人的一种方法，一种好的榜样。你可以告诉他，你这个信心很好，因为你有胆量故意犯了罪，有胆量有勇气认罪悔改，那也是一个好的见证。但是如果你不是为做这个缘故，你到神面前去认罪悔改就行了。这就是为何人自己做不要做的恶那个原因，因为他做了恶，而且让这个恶住在他里面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要做好事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，你不需要去解释这个律是什么东西，因为下面有经文解释。我活的魂要做好事，住在我里头的恶拦阻阻挡我去做要做的好事。事实上我们应按我里面的啊，因为按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喜欢读圣经，那是最好的。我们的魂创造来读圣经，按照神的话去活，全世界都能够活得好。这是罗马书第七章里面，本来罗马书呢是第七章非常难理解，我这一次发现其实很容易，所以跟你们一起来学习。
明显的，我这活的魂喜欢遵循神的道，那是全世界最好的事。2000年前好，2000年后也是好，就是唯有神的话，按照去圣经的道理去做，那是最好。因为人的好，时代变迁，可能变成坏，所以这要比较聪明一点。我常常说，我是个很现实的人。如果有一件事情我做了好一阵子，后来变不好，另外呢，同样的方法我会做好，一直都是好，那我当然选那些一直都好，那是圣经才有这个智慧。我里头的罪如何驱使我做不要做的恶呢？我里头的罪怎么样能够成功驱使我去做不要做的恶？但我里头肢体里面有一个律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那这我们不需要管它是什么意思，下面就有解释了。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，这是啊，这里也是不需要解释，看到这里来了。彼得前书2:11就把前面那个律啊，什么东西啊，搞清楚。所以很多时候，你读到一些经文，不要烦恼。哇，这个家人，这个律，那个律，什么律，什么都搞到我头晕脑胀，你不要去管，继续读下去。你会有一天，你突然啊，原来是这样。若你对主的道有足够的认识，所以我们常常基督教会就是这个问题，常常读圣经，常常读圣经，天天读圣经。有时候连情愿就不吃饭也要读圣经。我差不多五十年前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，上帝特别恩待我。我来到加州，想改行不传道，有人找到我，把我推到车里面，好像绑票一样，好像绑票推到车里面，一开车就开到德州那边，到处都是基督教会。非常好，那里传道人讲到3个小时、4个小时，好不好？我们有找一次我来讲3个小时，看看有多少人睡着了，要不要试试一次？要速就快啊！我80几岁就很难搞3个小时，那个时候他们讲到是3个小时的。OK， 我参加过几次，那个、老牧师。我到的时候他们已经80多90岁了，所以我是但是最尾声最后的时候，这些传道人非常伟大，非常好，他们讲到最少2-3个小时，我参加过几次。但是呢，在东北这边人没有时间读圣经，所以基督教会100年、200年发展不起来，因为我们基督教是要读圣经、读圣经、读圣经，把圣经充满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的行为自然然照着圣经去做。我在那里住了3年多4年，不需要关门的，没有人醉酒，没有人吸烟，礼拜天95%都在教会里面的。所以有一次。有一个传道人，我们有一个大聚会，5000多人在里面，停车场好大的，5000多人最少有3000多部车在外面。那个主席上去一报告，他说：“各位弟兄姐妹，记得啊，你们外面的汽车要锁啊！为什么？信耶稣的人都在这里面呢、啊，明白什么意思啊？明白吗？”信耶稣人都在这里啊，在这里面，外面是什么人啊？外面不可信的人，你要小心，所以还是要锁门。对啊，我们汽车到处都习惯不锁门的，所以他提醒我，有些人因为你有3000多部车，可能停了好远，停了车还要走5分钟10分钟，所以他们你们车停在外面还是要锁门，因为我们信耶稣人都在这里面了、啊。我一辈子都记得，
若你对主的道有足够的认识，你就会记得这些圣经，你就立刻理解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哪这里来了，禁戒肉体的情欲。所以我常常教导年轻人，你要克服自己，你要控制自己，做那些你不喜欢做的好事，好事一定要做，你感觉要做去做很好，你感觉不愿意做也要做，这是信耶稣跟不信耶稣相同的，这个叫做不能放纵肉体的情欲，要禁戒你肉体的情欲，把它控制，不给它发作，这是信耶稣最主要一个工作。因为情欲与魂征战，这你读中文圣经要小心，它没有翻译得很清楚。情欲想做恶，我们魂想做好事，所以他们征战斗争。所以我们思想要做一件事情，做啊不做啊，做啊不做啊，做啊不做啊，就是在里面斗争。所以你要禁戒肉体的情欲，你就能够做你要做的好事。记得我们题目吗？记得不记得？一起来，我能做我要做的好事。那最少今天不要忘记了，你今天这么冷来到这边，一定要得到一点啊，不要完全浪费啊。最少要记得这句话啊，就会知道你为何常做自己不要做的恶。肉体情欲与魂征战，把魂掳去，这个肉体不能做自己要做的好事，原来是这样。所以你把恶把罪除掉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。如果我们不能够学到一个方法控制我们的情欲，不给他去做恶事，乃是常常要做好事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我一辈子都不喜欢纽约，但是神要我来纽约，所以我控制自己要在纽约，明白意思吗？我在纽约也是不我自己不愿意的。我现在最喜欢去什么地方？ San Diego， 哈瓦也是最好，现在那里80多度，但是我还是在这里笑笑的跟你一起学习圣经的真理，明白？这就很明显，你可以清楚看见，控制我的情欲需要，但是呢，我要做神的工作，跟你们一起在这里学习，这是最坏的一件事情。我常常警告我们的年轻人，一出生就要训练他们，我这一辈子要叫世界好一点。我为这一辈子，因为我活着，我的家，我的邻居，我的社会，当然我的教会好一点，不是坏一点。常要记得，这个社会邪恶已经太多，意见就太多，好事合乎圣经真理的事，1000、10000件都不太多，恶事一件就太多。听清楚没有？全天下要清楚，恶事一件就太多，好事1000、10000件都不太多。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，常常去做恶，不该活着，怎么办呢？靠自己是苦，人怎么样变成罪的奴仆？犯了罪，叫罪住在你的魂里面，住在你的心里面，你就成为他的奴仆，这就是辛苦。所以情欲戒喝，罪战胜我们的魂，把魂驱使我们的肉体作恶。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个呢？很方便，医治的方法来了，非常方便，非常容易的。刚才李弟兄唱的那个歌啊，非常好，38首 OK， 那是非常好的歌。还有190首，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死埋葬复活的时候你在那里，每一次唱我都要流眼泪，
我不晓得你们要学，我们中国人很多人不会唱歌。应知道我们的救人和耶稣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我要听神的话，所以我这一辈子常常这样说：他们不听神的话，我为什么要听他们的话？所以我这一辈子特别讨厌所谓的传统。啊，这几天呢，你们发现，如果你们留意新闻呢，你们发现一个很大的新闻，《世界日报》发表了好多篇幅，基本最开始就错掉。他们讲东正教、罗马普世教，前面最前面是基督教。当然，他们照字典、照百科全书、照人的历史是这样，但是呢，照圣经从开始就错掉。上帝恩待我，我胆敢讲现实，圣经真理。圣经真理开始没有，圣经没有基督教，圣经也没有天主教，圣经没有回教，也没有佛教，也没有印度教。你查到一个，我给你10块钱，小心帮忙啊！如果他们查到10万个，那我就麻烦了。但是当然他们没有办法查得到。OK， 圣经没有基督教，也没有天主教，没有回教，没有印度教，没有佛教。圣经有什么？基督的教会，听清楚啊！基督的教会，一起来，1、2、3，圣经有什么？基督的教会，再来1、2、3，基督的教会，哪一章哪一节？罗马书16章16节，罗马书16章16节，感谢神恩典，我们是圣经现实。知道我们的旧人没有信耶稣以前，那些生活，那些罪恶，所以上次讲一下什么道？先戒烟，再来信耶稣，什么意思？把过去所有肉体上的，你肉体上面的东西，吸烟、醉酒、赌钱，传天下，照我的方法，这些都要除掉。感谢神恩典，我传道就立誓要叫社会的罪恶灭绝。没有受洗进入基督以前，我们的旧人做罪的奴仆。为什么？我们常常给我们的肉体驱使去做。哦，感谢神恩典。朱先生在后面，年轻人。本来他上一次，张弟兄他后面那边那个，他前个礼拜不是受洗吗？他本来应该那个时候受洗的，后来他改变主意，他说我要等我的移民法庭通过了再来受洗。上个礼拜三他通过了，所以今天下午我们12点半，他有信心。他上法庭去的时候，移民法庭上去的时候，他们告诉他：哎，你没有教会的牧师给你做见证，也没有弟兄给你做见证，你这样就来了。他通过了，感谢神的恩典。所以等一下你们有时间呢，这是我在这里30几年写这些证明，他们在这里参加聚会的第一个，他通过渔民的方法，然后呢才受洗，有非常有信心，感谢神的恩典。我不是说你们都要效法他，每个人的情况不相同啊。如果你们这样效法他，你不成功，那你等一下赖他也不好。每个人的情况有不相同的，讲清楚啊。好像今天你真是有福气，坐在这里听我这种传道人传道。而且常常我太太也常常有告诉我说，你讲很多时候你讲话不像传道人，我说是吗？我都知道啊。但上帝要我传道没有办法，所以我是照圣经
全天下我不怕人家怎么问，没有受洗做这么多罪恶。我还有一篇常常没有搞清楚出来，有很多时候很多很多的人他不信耶稣更好，信耶稣了犯多好多罪，所以那个非常危险的事情。信耶稣必须要照圣经，如果你信耶稣没有照圣经，你告诉人家说你照圣经，犯多一个罪，撒谎，到处骗人，那是我算得出来的，感谢神恩典。所以信耶稣就要听耶稣的话。好像在这里三十多年了，是在这个地方三十多年，我在纽约四十一年了。我立志在神面前，我必须传圣经的道。任何人胆敢在我们教会里面拦阻上帝的工作，我会叫他出去的。不管他三岁、五岁、五十六岁、几十岁，如果他胆敢在这里作乱，拦阻我做神的工作，他自己不出去，我抱他都出去，我抱他不动，我打911叫警察抬他出去。OK， 感谢神恩典。没有受洗以前，我们照着我们的情欲、我的肉体需要；受洗了以后，要照着圣经讲的道。这里说明人如何把罪身灭绝，就把它钉在十字架上。这是预表，是说明，不是真的你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不死掉了？那死掉了，谁来做神的工作呢？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活。所以我现在常常提醒我，要好好的活，保持健康，活多几年。有时候我在开玩笑，把那些恶人都气死了以后才离开。哈，为什么我胆敢讲这句话呢？把那些恶人气死了以后，我们才离开，好不好？不好啊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先把他们气死，不要给他们气死我们。OK， 然后我们才离开。感谢神的恩典，把他钉十字架。人是这样就把罪身钉十字架。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做罪的奴仆，现今从心里顺服，从心里顺服，不是嘴巴顺服，记得哈，不是嘴巴顺服，是从心里顺服。灵性上面、思想上面、行动上面，心理圣服非常要紧的意思。它英文有个很长的字，但是非常好的字，它把好多字连在一起。Wholeheartedly， 是吧？这么长的字，从心里面圣服，这个翻译的非常好。衷心的幸福，上帝恩待我。我是一个非常调皮的人，爬树啊，我是爬竹竿 ，OK， 他们爬树算什么啊？爬竹竿才厉害嘛！所以有一次他啪掉下来，肚子就通开掉了，没有事情，上了恩待我还活着 ，OK， 所以传给你们道的牧方就模范神恩待我们，我就是来到圣经，我听话。我的老师啊，没有办法。我的老师他没有办法，因为我犯合法的规，明白吗？你可以犯规是合法的，所以我的老师没有办法。但是呢，来到圣经，我愿意遵从，按照圣经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圣经说，不要想恶事。人家得罪你，不要想去报仇，上天为你报仇，我真是这样做的。OK， 饶恕他，上帝给我摆平。所以很多时候人常常说，他要摆平六世，记不记得？我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是上帝摆平，不是我们自己摆平。OK， 我们是还有，你可以生气。太阳下山就不生气，要照做。我真是这样做，要深呼吸。我教你啊，看着啊，如果你要生气，生得久一点，就早一点起来，
明白，我还会讲这个话。天一亮你就生气，然后天一那个太阳一下去，一个，不生气了。要练习，要练习的。OK， 练习控制自己，照着圣经的真理可以做得到。OK， 真是要练习的，照着从心里深处，要变成做正义的奴仆。好事我能够做，坏事我不愿意做，我不要做坏事。好像年轻人要什么？记得、啊、听清楚啊！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，不是爸爸妈妈听你的话，那是调过来的。儿女要顺服父母。OK， 感谢神恩典。所以我太太给我结婚了、啊、很危险，因为我要听妈妈。你们女孩子结婚要小心啊！这个男孩子听妈妈，你就麻烦了、啊。感谢神恩典。OK， 但是我太太是我的病根。OK， 到全世界感谢神恩典，她在我身边，我什么都可以。我在她身边，她可以睡大觉，一点都不需要担心。感谢神恩典，我们两个人是神特别把我们放在一起，一起做神的工作。要变成正义的奴仆，凡是好的事我都要做，一定要做，没有人叫我不能做。感谢神恩典，五十多年了，你们既然从罪里面得到释放，做正义的奴仆，就是这样把罪变成正义的奴仆。信耶稣是主，是基督，记得耶稣是主，什么话？听他的话。你不听话，是你是主，你听耶稣的话。受洗叫罪得赦免，领受所赐的圣灵叫你有力量有智慧，能够胜过罪恶的试探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盈余的邪恶，谦卑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，这道能救你的魂。这一节要背出来、啊、要好好的背出来。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二十一节，圣经的道能够救我们的魂，能够帮助我们。OK， 感谢神的恩典，能够胜过一切的罪恶。要爱慕纯净的牛奶，像财神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就是圣经的真理。在圣耶稣里面要长进，愿神赐福保守你们。今天我们题目是什么？